现在这个早上呢，透过所有的这个，将我们的左右两侧的神经透过九麻发的方法，能够让每一个人呢，能够达到最自然的方式，自然的回到自身的一个中轴平衡。佛号它不可思议，是在呢每一个当下，它都可以让我们很容易呢完全心静下来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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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。